一篇文字，一首歌，一种声音，一份私藏。欢迎收听静波频道。耐心和持久胜过激烈和狂热，不管环境变换到何种地步，只有初衷与希望永不改变的人，才能最终克服困难，到达目的。晚上好，朋友们，我是静波，欢迎来到静波频道。刚才这段话出自儒勒·凡尔纳的作品《海底两万里》。今晚和大家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文章，我的写诗简史。自幼写诗，胡乱几句，记不住具体年龄，只记得行为诡秘。写毕，藏入小木箱，藏入即飞快落锁。后来小木箱失踪，按时间推算，我人生的第一批诗稿应写在10岁之前。小木箱失踪，胆战心惊，惶惶中更加依赖写诗安慰自我。不料课堂上被同学抢去纸条，告发校方，被通知该女生本属黑五类子女，校方革委会还是以教育为主，将其划入可以改造好之列，但其不思悔改、小资情调特别严重，经学校革委会研究决定，给予处分。处分一，立即开除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。处分二，不准许升入初中。以上文件，刻骨铭心呐。母亲亲自到学校接受处理，黑着脸埋着头奔出校门。当街读完这份文件，一把拽我到面前，再推开，举起巴掌又垂下，说：鬼写鬼写些什么呀，啊，初中的没都读了，你知不知道你这辈子完了，这个污点在你一生的档案里呀。天塌地陷，世界末日，那一天，那一刻，那种危险深深烙印在岁月之中，永不消逝。那年我12岁，背起书包四处流浪，异地借读。借读生没有资格领取课本，最重要的事情是每页抄写借来的课本并装订成册。自然无暇，也不敢偷偷写诗，但慢慢揣摩到可以把诗句变异，现身在公开的作文之中。于是作文成绩好得出奇，经常满分，经常成为全班的范文。这是12岁至14岁。高中时期，语文成绩的优异令我蜚声校园内外。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在自豪之余，不免偶尔充当我的保护伞，便以一丝宠爱抵挡万般羞辱。百感交集，诗兴大发。不过此时已经学会保护自己，只在课余时间，只在江河湖畔，只在无人之处肆意狂写，写完即撕成碎片，通通洒入水中。这是15至17岁。末代的知青集体住宿，四周全是监视之眼，
只写宏大的话语，类似鸟不高飞啊，怎知蓝天之阔，人不远行啊，怎知世界之大。这是18岁至19岁。招生回城，就读冶金医专，学习卫生专业。那段时间结束，新时期文学春雷滚滚，写作灵感如火山爆发，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童话、神话、寓言，什么感觉来了就写什么，所有暗伤都化作涓涓诗流，写满了一个笔记本又一个笔记本。这是20岁到23岁。为代表班级参加某个大型赛诗会，我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笔走龙蛇，写了一首《雷锋之歌》，由狄海清同学在武冈工人文化宫登台演出。这位同学天生的好嗓音，又在洪小兵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多年，一番声情并茂的朗诵打动了无数人心。一位文学杂志社编辑恰巧在现场，恰巧被打动，因此我的诗歌顺利变成了千字，获得公开出版。从此约稿从大江南北纷至沓来，有自己一首最浅薄最装腔作势的诗，我走进了写作生涯。这是23岁至26岁。弃医从文，再度入学，于武汉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。同时恋爱来临，恋爱带来了茂盛的诗句，也带来再度羞辱。诗稿本被偷走，被传阅，被羞辱，最糟糕的是被法庭采用为判罪证据，有人被判有罪，锒铛入狱。某个黑夜，我第一次烧毁诗稿，中断写诗。这是26岁至28岁，只写小说。小说获得了全国性的反响，写诗欲望固态复萌，但绝对只是私下写写，绝对不会公开发表。这是29到30岁。第二次烧毁诗稿，是在16年的婚姻结束之后。走出婚姻，个人的空间日渐宽阔，靠文友极力怂恿，试着让私藏的诗歌面世。诗人海南对我鼓励最多，我在他的大家也就发表最多，但依旧是杯弓蛇影，十分畏缩。这是45岁前后。第三次大规模的烧毁诗稿，大约是在5、6年前。某个漆黑的凌晨，忽的就害怕被人发现诗稿，忽的就觉得无地自容，忽的就认定所有诗句的最终意义是无。2014年8月到11月，我去了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协作计划，住在爱荷华河边，每天傍晚在明艳的秋色中慢跑，天空总是蓝的叫人想哭，云朵总是白的叫人想笑，空气新鲜的总是脑洞大开，诗如泉涌，总是。临别与友人聚餐水电站餐馆，
酒壮怂人胆，我得出版一本诗集了。2015年，整理诗稿，约见陈肯，让自己受到一个认真负责出版合同的约束，以免一时冲动再来一把火，销毁所有诗句。暗暗的，更有一种期待，那就是诗集一旦出版，恐惧不治而愈，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，不再过度的害怕他人，不再总是更多的感知生存的可憎。平和降临，终于。季節が